好，开始了一个 DK Harry 和 Mozart 的班就开始，然后 Ryan 也过来了。现在是 Harry， 他又能很多，他已经使用了特瑞啊，还有谁啊？那个呀，奥迪庄、艾克、索尼克。都有啊，那我和这要比赛，应该有 CZ 应该可以。CZ， 这个两个解说，哇、啊！对，继续说吧，这个两个解说我也看不上。我觉得应该是，我觉得肯定不是那个。对对。但是应该他现在主要是那个让他轮过来。对，如果 Fairbear 近身的话就很难打。这个 Mossam 的班主应该多使用隐蔽，下臂应该就挡着他过来。Mossam 的班主比较喜欢使用隐蔽，他的下臂跟臂没有。而且他现在给那个 carry 时间太多，所以他就不会那个收收紧这个。英文叫 deep pressure， 就给他压力，给他压力，压迫。这个红币打过啊，这要被发了。我上一个坏事吧。好，我还没完。哇！星星拳，吓坏了。楼上的弟弟和当地人因为心情很不好的转呢，应该一直当地方拼近身的话就够不了，跟着应该跟差不多，对对对，他开始了，对对对，因为我看比赛里的单手就是当 BB 当 BB， 然后反正打的都是大概零几两个两个，对对对，啊 ，Oh God， 啊，他没有马上抓住这个亮点，没有风险。有机会，他正在进啊！他要塞进了。这个刚才确实是好的那个菜，但是就没有太长啊。他塞币用的太多。我就他刚才第一次使用的时候，他应该是猜的是他往上跳。啊，对。啊！现在没了，没了，不行了。我俩开麦了，越多防打啊，建议。我觉得他不用那么着急，不用那么。但人的心理应该非常着急的，因为他的这个单打的 power 很强，但是要冷静。要了，抓机会。明显风扇现在就着急，他不停的用塞兵。好，这个应该。对呀，OK。